今天咱们来一期开箱视频，左边呢是蛋仔联动 N2， 右边是蛋仔联动趣多多。咱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蛋仔的奥利奥和趣多多到底谁中的皮肤概率最高呢？首先来开奥利奥的，进来之后呢，里面有一盒贴纸，这个是蛋仔奥利奥皮肤的一个立杯加什么啊？应该有个底座的，怎么回事？你的 OK， 插进去就这个样子的。然后这个是一个对我来说没什么用，好吧。然后其次就是一些蛋仔的一些奥利奥的一些这个饼干啊，这个是可可脆脆皮柔心，反正都是吃的。然后你嘿，滚蛋了。OK 啊，拆出来之后呢，就是一共这么多啊，这么多包吃的，这是一箱奥利奥的，家人们。然后打开之后，里面有一个，有一个码啊，家人们。打开之后里面有一个码，我先把它们全部拆开，然后再一个一个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中奖概率怎么样，好吧？恭喜你获得了奥利奥联动贴纸啊！第一个扫出来就这家人们，一个贴纸感觉没什么用啊，扔一边去。接着我们来看下一个。此时的我还在扫码，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结果哦，中了！我去！第二个就中皮肤了，这啊，不是吧？我去，第二个，我这也太欧了吧，太欧了，从来没有这么欧过。第二次，你们不得不承认，哥们就是欧皇，好吧？你们不得不承认。啊，接着剩下的盒子咱们再扫一遍，看看有没有多的皮肤啊。如果有多的，在座的家人们抽一位幸运观众。怎么说？这是第三个联动贴纸，没什么用啊，直接扔掉。第四个，啊，又是一个联动贴纸，我服了，小粉的联动贴纸，家人们，继续看下一个。这个里面怎么还有吃的呀？先扔一边去。这个什么？再来一个皮肤啊，联动的一个外观动作，家人们，联动的一个动作，这个也算是二等奖了，好像是二等奖。继续，我就不信中不出第二个皮肤。每日仅限参与五次抽奖，请明天再来，什么意思呀？奥利奥蛋仔派对，什么意思呀？我服了，不让我开了，我靠！但不管怎么说，咱们也中皮肤了，剩下这些盒子咱们只能明天再扫了，没有办法，家人们。那么咱们明天再见。当然了，第一个中的皮肤和动作，我就先帮大家领了哈，扭一扭，舔一舔，再泡一泡，交给。还有这么多吃的跟趣多多没拆呢。怎么办呀，家人们，难受啊，吃不完，根本就吃不完。